次美感教育课程我觉得很有趣，可以爬七星山，还可以认识许多特有，然后还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在泡脚，很有趣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欣赏风景，看看这里的多优美环境，是非常一件舒服又放松的事。台北大纵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有特色的一个环境教育的路线啊，因为它让你感受到整个台北近郊的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然生态资源，而且因为台北市它本身并它是一个很人口密集，而且它的区域并不大，所以是虽然是自然生态的资源，同时它夹杂着很多跟人文历史的互动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路线，在这样的一个走的过程当中，你不只看到自然生态，你更可以感受到所谓的人文历史的一个丰富的一种包围。